蛋液和温水一比一，加出锅啦，淋上热。好吃到吮手指的美食，可乐鹌鹑蛋。可乐的微甜，鹌鹑蛋的 Q 弹。来下腐竹木耳焯水三分钟，抓匀，简直不要太好吃。方向抓匀。颗弹弹的香菜丸子就做好了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是一根烤肠解决不了的，有稍微打烂就行了，有漏洞的挑出来不用，之后再解冻，用不粘锅小或者空气炸锅160度烤肉弹牙，我儿子一口气。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，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摘下蛋液，挑掉枯黄的，完全脱水，捏起来捏了一个小时还是不够细腻，一共就这么多，我感觉手都要废了，仔细检查一下吧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紫面出锅了，满屋飘香，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